指挥中心独立这礼拜宣布三级警戒，在个放松到青年时呢，也是提升百姓肌肉。因为呢，昨天看到这位是特别是最早年代新年期，跳板的年老差落来起起的动作，前多年呢都未独立为是东西韩国看天然。不过呢，三级警戒过后都冇买看到年老差哦，甚至就连村摊嘅部分，我们怎么得独立都是东西是做的大招。所以呢，村人呀，独立摆个热情动众呢，系张向动态。而呢，有十几门都一个都合众建筑体起个村人一个入招，佮讲佮系可以云台里面个村摊。以下呢，爱做大招的系东南座，老平推入招合作咪唔合乎成本哦。佮讲系东南座入资咪共带的钱多。5月19，全国餐饮一律外带，对个啲村摊来讲哦。以下吼，全部会做外带，其实等于人向动态啊。因为你本来可能做咧意大利面、做火锅啊、做铁板烧、法式料理，还是做咧许多包的咧做串汤啊。其实可能越全部从某上个机会做咧外带方式，但是以下因为咧，因为吼咧疫情的关系，以下会全部串的外带，其实某很容易变化，咪某很容易做出来。其实会变到胜利哦，是可能寸到一双两双。你若讲可能有咧偏东店啊，本来点心店了对，可能胜利是好减少一双两双，其实很早的位置，一般的寸汤哦，可能是寸一双两双哦，变到东南走。杜女士三门事件，经济部没有公布针对各种三样个营养要来做调查哦，因为了下都怎么对动物本身东西。一下呢，前多年系去超市买东西，全部卡自家来煮哦，所以超市嘅部分增加了35.7%，韩国便利商店增加了10.3%，国内系大卖场嘅部分系增加3.6%，一系整体零售业嘅增加了2.8%嘅部分。不过呢，一下来看减少嘅部分，就系因为一下因为三级警戒，百货公司都冇买东西，所以呢减少了28.3%。韩国餐馆业减少了18.6%，饮料店的部分是减少了21.4%。也是半年以来哦，强占了5月份饮料业是最大的部分。韩国餐饮业的部分业绩就会减少为有两双。经济部很快呢，6年的时间哦，跟韩国少了都3%下架。底下呢，推荐人没有做了了解统计，安尼来看下新闻嘅报道。三级警戒，房厂都前日生意，大部分商场都缩短营业时间，也系次主停业。大部分的民众买皮盒防疫，减少出去攞杯消费，严重影响到服务业嘅表现。餐饮业五年嘅人数年降幅度为20%，韩国6年嘅人数表现会下格唔好。那6月份算进去的话，可能衰退幅度会扩大，不排除包括衰退大概30%。就台经验公布清醒营业气候前两点，制造业105.24%，同上涨业来比跌的1.28%；服务业是100.49%，同上涨业来比跌的2.24%。跌的两涨业都讲大，营建业是102.73%。跌了3.28%，呈现连跌第3涨年公台。整体观察，以茶制造业、浪漫业、传递业、证券业也跌，对未来半年景气持都悲观。目前受到影响比较多的，大概在服务业跟营建业，因为是以内需为主。然后我们看到服务业是下降了2.24%，营建业是往下降了3.28%，大概都跟这一波的疫情有关系。不同省方面，因为房地合一税一点人，前一日就会开始实施。5日买卖移转东苏，还冇反映出疫情的影响。不过受到三级警戒的影响，全台湾是困苦的人数减少的，尤其是冲在其中的事情下面，安算第三季销售降趴，未强用唔好。政府打炒房相关的一些政策，那么将会陆续的一些浮现它的一个效应，是在疫情当然也减少了。民众外出看屋的这个部分，所以短期之内的一个销售震动期啊，其实是难免的。推荐业安算也不会因为有这种偏托，英国、日本、泰国也都天气疫情又再个强起来耶，经济都还要封锁，也是解封算法。不过台湾5、6年的出口成长并冇衰退，还有疫苗各地注射率都见底个提高。台湾纾困开始实施，今年经济成长率还是有机会来到5%。某一天，爱闭关来看。
记者王立伟、钟国良、台北报道。跳下呢，推荐人的专家没有讲哦，像海牙冷熊人，韩国村人观光了了，未来半年呢，还系会冻残、冻唔乐观。不过呢，佮没有讲哦，了下呢，苏困境会继续来发，韩国国内注射疫苗的人会见到，所以佮没配经济的新中路，未会增加到5%。